城，地处富氧离子富集层，森林覆盖率42%以上，林木绿化率49.93%，年平均气温为7摄氏度至12摄氏度，旅游舒适期长达7个月。凭借良好的生态气候，晋城成为全国首个世界康养示范城市。在晋城，巍峨王莽岭及800里太行风光精华之所在，可以体验挂壁公路的惊险刺激，又能感受西崖沟的幽深宁静。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岱阳古镇，街巷阡陌里烟火气十足，可以在杨阿青居中与三五好友围炉煮茶，也可以在状元福地中感受古建筑独具的历史风韵。这里是晋城，好山好水好住处，养眼养心养精神。